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那么屠龙记忆呢，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很多期了啊，就是在前面呢，我们主要是欣赏了这个中国棋手和韩国棋手啊这些对局比较多，那、比较多。其实呢，在上个世纪啊，也就是20世纪呢，在除了90年代以后中韩崛起啊，日本逐渐没落以外，在整个世纪绝大部分时间啊，也是前80年的时间呢，其实呢，围棋的最高水平啊，一直呢也是在这个日本啊，在日本呢，从而呢也诞生了非常多的这个围棋大师。对我们这个很多棋迷，老一点的棋迷来说呢，肯定也是会就是说一数啊，能数出非常多来啊，非常多了。那么我们这个屠龙记忆是吧，随着这个一些前几年啊这些大师的离去啊，虽然我们不能再也不能见到他们了，但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的啊这个棋谱，可以说呢也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这个财富啊，非常宝贵的财富。对于我们来说呢，很多这个棋谱是不能忘却的记忆。那么最后几期呢，我想呢就是借我们这个栏目啊，我们呢缅怀一下先辈的同时，就是说呢也欣赏一下他们留给我们的这个财富啊，财富。随着前几年这个日本的一些大师，像加藤正夫啊，这个藤泽秀行，这个坂田荣南等相继离世啊，相继离世。那么他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呢，我们呢应该呢更加的这个珍惜。那么我们从现在从最后几期开始呢，我们相继欣赏一下这几位棋手的留给我们的精彩这个杀局啊。我们今天呢先欣赏一下这个加藤正夫先生的这个精彩对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局面啊，现在白棋呢刚刚这个加入黑棋，然后呢黑棋接下来呢普通呢是跳出来啊，这个是没有什么是普通的一手棋，但是呢由于黑棋下方有这个大的模样，所以呢黑棋选择的是拐，是拐。这个拐以后呢，他想照顾这个子的同时扩张自己这个下方的大模样，白棋势必要跳，然后黑棋呢他也不跑这个，暂时也不跑这个，他跳啊，继续做大我的模样啊，你的我先不管。对此呢白棋呢也不敢轻易的呢去吃这个黑棋，如果只是飞啊，虽然能把这个子吃掉啊，看去也很大，但是呢黑棋再继续跳啊，由于这块这个黑棋的模样不断的在膨胀啊，白棋呢以后呢就是说呢怎么来清消会呢是一个问题。所以说这呢这也是一个这个棋风的问题啊。加藤先生呢在年轻的时候呢绰号呢是刽子手啊，就是说呢以屠杀这个对方大龙多啊而闻名，特别呢擅长于攻击啊，特别擅长于攻击。而如果这只棋假设换一位另外一位自孤高手啊，我们说赵子勋来下的话呢，或许他会怎么下啊，然后呢再深深打入，这个他认为自孤是他的强项没有问题，但是加藤先生呢显然不太喜欢这样啊，让他去自孤呢他可能呢不太会，所以呢他还是选择平衡，先跳啊，跳一个照顾一下这个就是说压缩一下这个黑棋下方的模样啊，同时逼迫呢你这个子逃跑，等你逃跑那么我再来攻击啊，这个呢就进入了我的步调啊，
所以有时候棋局的流向呢，也是根据每个棋手的棋风啊而定的啊。这一点呢，大家在欣赏棋谱的时候呢，应该呢考虑到这一点。那么现在黑棋必须得活了啊，必须呢得在里面做活。他先点，粘上，然后飞。既然呢你在里面求活，那么白棋呢就找到了攻击的目标啊，也就是呢进入了自己的强项。白棋先尖顶，黑棋呢长啊，白棋搬，这个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如果你去分，这个是匹夫之勇啊，这个黑棋退或者说黑棋尖，这个呢很轻松的在这里面呢就做活了啊。那个白棋这外面显得几个子啊，就显得会很无聊啊，很无聊。所以一定得先收它的根啊，先收它的根。那么接下来呢，黑棋搬，白棋冲啊，破眼。黑棋的虎啊，在这里呢，黑棋下的呢也是比较顽强啊。如果单纯的逃出去当然是可以的啊，不过就是肯定要面临呢这个白棋的攻击啊，白棋在攻击的同时呢这一跳也把黑棋这个下面的模样呢逐渐呢可以消掉。所以黑棋呢不想单纯的逃啊，就想就地做活，争取呢就地做活。就地做活呢同时呢还想啊得点木薯，但是白棋很坚决啊，态度很坚决，他没有吃。吃的话呢，黑棋以后一吃一虎就有意，宁愿损木啊，宁愿损点木，也不能让你呢做出两个眼来。不过呢，这个黑棋呢，当然也是有收获的，在实地上呢也是收获不小。黑棋粘上，黑棋爬，白棋呢搬，黑棋加。白棋呢还是在专心的这个破呢黑棋的眼，黑棋度过。现在明确的呢就是黑棋这里只有一个眼啊，外面呢还该白棋下，但尽管还是该白棋下呢，白棋要想一下子啊这个屠杀这块黑棋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如果你尖啊，这个是第一杆，那么黑棋一长啊，大家注意，这里啊，就是说，黑棋看上去都在二路，但是呢，这个全是在白棋的空里面行棋，就把白棋的木薯全给破掉了。再怎么做活啊，虽然它委屈一点，那么呢，这样活了的话呢，白棋呢也并不能满意啊。虽然有点像一二路混合爬行，但是它只要活了。这个木薯呢还是有收获，所以白棋这么直接的攻击并不能成功。那么白棋这时候呢走出了这个好手啊，趁着这块棋没活的时候靠，这是好棋啊，这个可以说是深得攻击的要领，就是说在白棋黑棋一手没有明确无法成活的情况下，先借用变然。你这个长安虽然是先手啊，但是呢这点木数我就让给你了。这个黑棋呢就比较头疼现在。这里是明摆着不敢硬的啊，如果你就是还是跟着一个一个硬的话，白棋随着子力增多啊，这个随时有可能杀。那么不硬的话，如果只是单纯的跳出来啊，如果只是单纯跳出来呢，那么白棋搬在这里等于连走两手啊，就像找了个大劫财一样啊，连走两手，在这脚上的获利很多。虽然你跳了一个，但是呢整块棋依然呢就是说呢没有活啊，没有活。所以呢黑棋呢他也不肯轻易的啊，就是说退让。这个高手下棋啊有时候就是这样，
如果说你说去吃他一块棋，你让他活他怎么都能活啊，你吃他肯定是吃不着的。但是呢，为了追求这个琴棋的这个效率啊，往往呢就是说呢导致了这个棋的死亡。嗯，我活做两个眼谁都会，但是活了不够，那我就不能去做两个眼。所以黑棋一看呢，他也想寻求效率高一点，他要点，不肯单纯的逃跑啊，逃跑以后这里先被你欺负半天，然后到时候一震过来，或者刺完以后再一震过来，这块棋还不知道活没活。所以他也想效率高一点啊，如果你粘上，那我自然就便宜了啊，我就可以选择靠出去等等啊。对此呢，白棋一看呢，也给予坚决的反击啊，跳。这个棋啊，它不能让你轻易的活，不能让你轻易的便宜。那么现在黑棋跳啊，在底下寻求眼位。那么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黑棋如果在这里啊比较轻松的活了的话呢，那么以后啊我就有冲啊有冲断的味道。那么我这两个交换呢，就有可能便宜了啊，就有可能便宜。所以白棋在这里啊，一看也不能轻易的退让力啊。你这个地方呢或许能活，但是得活得很苦。第二个，我立了以后这个脚就更加受伤了，是吧？你再让我一扳，这个死了，这个腥味都快啊，这个白棋获利啊太大。但是呢黑棋还是不敢硬啊，还是得在这边想办法。那么呢他先靠，白棋退，黑棋呢这个冲断啊，黑棋冲断，想呢进行借用。虽然这戟当然是能活啊，这个再虎出去这个活是没问题，不过呢白棋就是顶一下，然后呢继续攻击啊，这个黑棋啊依然是非常的苦。这个子已经没指望了啊，你得跑的随时一扳就死掉了，这个大脚已经是没了，这块棋啊还得逃，逃到何时不知道。这外面呢白棋呢也有收获，黑棋一看呢不能满足啊，不能满足于这样走火，那么只能冲。这黑棋的招法呢也是被白棋步步紧逼之下啊做出无奈的选择，长，白棋长。那么这个时候啊，黑棋粘上虽然是眼见的一手，但是呢这个被白棋外面夹住夹死这两子的话，那么当初的这个冲断可以说是毫无意义，外面又损了啊，这个还在这里跑，这个子呢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走。那么黑棋在白棋这个追击之下呢，无奈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压出来，或者说是选择了一个弃子的变化。这块大龙呢只能啊眼睁睁的看着被白棋吃掉啊，这个也是一种就是说宁愿玉碎不愿瓦全的下法啊，就虽然我能逃，但逃完形势明显不利，那么我干脆啊弃掉。白棋冲啊，现在呢几乎已经宣告了黑棋的这个死亡啊，宣告了黑棋死亡。黑棋断，白棋粘，黑棋这个粘上一下，白棋虎。黑棋通过这些弃子呢，它还是有一定的收获，因为外面呢多了个压，以后呢能够自然的把这个子呢也给救回来，也给救回来。你们看看，白棋拐，黑棋扳。尽量的呢寻找便宜啊，把这个损失挽回到最小的限度啊，最小的限度。白棋跳啊，
进货，没有，那么黑棋呢只能冲走再吃，白棋呢粘上。下到这呢，黑棋这块棋呢可以说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死掉了啊，死掉了。黑棋在白棋的步步紧逼之下啊，无奈只能呢选择了一个这个可以说啊是被动的弃子的变化啊，被动的这个弃子的变化。可以从这一串的这个攻击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加藤先生的攻击步调节奏掌握得非常好啊，每一步呢都让黑棋非常难受。虽然你有这个活棋啊，这个路子给你留了这一条路，但是呢你觉得呢这个活起来生不如死，最终在白棋的滔滔攻势之下，黑棋呢无奈的啊，或者说是被迫的选择了一个这个弃子的变化。这个呢你到底说是被白棋吃掉的还是黑棋自己去弃掉的呢，不管如何现在呢大龙呢是已经死。虽然啊这黑棋大龙死了，但是呢由于黑棋啊他这外面呢还有不少借用阵啊，他呢就是说呢希望啊通过这里的一些借用把这块空啊全部算成黑棋的话，他觉得这个棋呢还能够继续啊，还能够继续。对此白棋吃掉大龙以后啊也不能啊过于放松啊，也得小心。这个地方首先不能让对方啊分进去，如果分进去你再收弃子啊，这个目数就太小了，所以白棋要跑。然后呢黑棋镇住，白棋呢再压，黑棋也是在借用啊，利用这个白棋在逃跑的同时，顺便啊把这里空围结实了，上面呢也能够照顾的。这个棋啊就是说黑棋似乎呢还能继续，并不是说死了一块就输了啊，这个棋还是有很多看不清的因素。白棋还得跑啊，那么黑棋跳，白棋粘，白棋打一下，然后呢再粘上，黑棋压住。现在可以看出呢，黑棋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啊，逼迫白棋逃跑的同时，这里多了一排，这一块呢几乎呢就是说围成了这个实地，围成了实地。大家一眼放眼望去吧，这块空也是不得了，也是很大。白棋虽然吃了这个整条边，但是呢这个形势能不能赢还呢这个不一定。现在呢白棋的稳健的下法呢是跳一个，稳健的跳一个连回，把这块棋总得跑回去啊，你不跑回去的话这个一收气就麻烦了。那么呢黑棋就跟着硬啊，这样呢单纯的连回去啊，白棋当然形势啊就连回去也不见得坏啊，也可能也还是稍优一点，但是由于这边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啊，很多不确定的，白棋你要说胜定这个呢还不一定啊，这个还不一定啊，这个棋你不敢你进去的反正他就杀你，这个呢能不能赢就是优势是优势，能不能赢下来还不一定啊。而且呢这下法啊，这个稳健的下法呢也完全不符合于啊当时啊年轻的时候加藤先生的这个风格啊，完全不是这个胃口啊。那么既然你围了这么大一块啊，上面呢势必呢显得要薄一点，那么加藤先生呢
一看啊，他永远是瞄着这个对方这个弱点，这个是好棋啊，一举啊就是说击中了黑棋上方这一块的要害。这个棋黑棋顿时啊就是说就像蛇被打到七寸上一样，这个形状一下子就有点笨。现在肯定是防守是不行的啊，你的防守这个再一跳，那跟刚才效果完全两码事。黑棋必须呢尖出来，我要跟你拼啊，你优势的情况下你还不收手，哎，那我赶快拼啊，看看有没有机会。我这个走以后，你这块棋已经就是说呢无法这个和这边联络，你就可能面临着要收气的问题了。如果你再收气啊，这个棋肯定白棋不行。但是走在这一步的时候，加藤先生呢已经呢就是说呢看好了啊，就是说呢看到了下一步的好手加啊，这步棋锐利啊，有此一招以后呢，黑棋可以说呢几乎是无法抵挡。黑棋现在是只能虎这个啊，虎这个它也是一般，这个不行，它只能虎这个。那么白棋尝试先手啊，尝试先手，你不能推啊，推的话这个被吃通了啊，这个吃通了跟单关连回去就不一样，而且这个子随时还可以跑，所以黑棋硬着头皮也得粘上。那么白棋再搬，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白棋并没有因为吃掉第一块大龙以后呢而收手，接着呢就是说呢继续这个再接再厉啊，再接再厉，就瞄着黑棋的弱点就抓住，对黑棋第二块大龙发动了这个冲击。白棋呢先黑棋先粘一下，白棋扑，黑棋呢也没什么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断啊，硬头皮断。白棋呢叫吃，在这个地方白棋和黑棋这个势必要形成一个杀气，但白棋也需要注意，白棋自己的形状呢也并不是啊那么的完整，也要非常的留心黑棋挤，然后白棋呢靠啊，这靠呢是好棋。如果只是这个单纯的这个接上呢，这个以后啊，这个黑棋打吃，它有可能把这个金蝉脱壳，把尾巴去了，它这个挤呢变成先手。然后从这里再收气啊，就是说收气，把这三个子气了以后呢，让你整体收气吃，这个呢还难讲。所以当挤的时候呢，这个白棋啊加是好棋啊，加是好棋，这个不能被滚打，你得退啊，反正你不退你也断不了我，那么再断啊，再团住啊，这样补，这样呢让你打的棋呢是后手，这里呢就该白棋下，所以呢黑棋怎么粘啊。不过这个的弱点呢就是说呢把自己气呢走得比较紧，不过即使呢白棋呢也是算得比较轻，记住就跟你对杀，就跟你这块棋杀啊。那么黑棋只有加，白棋接下来啊搬，这都是对杀好手。如果只是虎，黑棋退，这个气啊藏出来了，大家注意这白棋以后扑啊打啊这个冲啊，白棋气挺紧的，这块棋呢还要杀，所以搬，这都是计算的好手啊。粘上，然后呢黑棋吃啊，
白棋呢就打吃就输气，他已经呢算准了这里的气的问题，这就提，然后白棋小尖，这是好棋。紧紧的缠着黑棋，让黑棋呢，两边呢都无法动弹。这边是一二三四，跟中间杀不够，那么攻这边杀呢也不太行，你靠，我呢就帮助。和上面呢已经呢是杀不动啊，已经是杀不动了。如果你再去退，啊，这个白的就收七就行。等你搬的时候啊，你不要去打吃，也不要什么都不要管，就把它接上，也别让它扑。你要去收气呢，让它扑，你就接上，这一二三，随时从后面收就死了。这里有一二三四，这个呢，黑棋和这块对杀没有希望，那么呢，只能呢从上面对杀，这样吃。这时候白棋接着吃啊，所以你不能太，你就说哎，这个不能让人家扑，是景气的要的是吧，它这里面只有四气啊，这个上面气是好像我多是吧，你冲我就粘上，我至少也有五气啊，但这样的不好，因为这个黑棋搬啊它有点先手味道，这样呢由于你这里还得补啊，这个地方它不能被它扑，你说不定还得补，那么有了搬以后呢，这个情况就会变得复杂，就会变成有个结的味道，所以呢，白棋不能着急去钻，打吃，就往外钻啊，不要怕。现在黑棋不敢随便扑，你扑了打吃以后，这里有个挖啊，所以黑棋呢也不能随便扑，黑棋贴，想尽量的呢，贴住白棋的气。不过呢，白棋这个时候打吃，先打吃。获得了这一打吃以后呢，白棋的这个黑棋的这个扳呢就没有用了，粘上，然后呢再补住。这个黑棋是永远没时间扑的啊，你扑了以后呢不走它一团可以做野，那么你扑了打吃了以后呢，这里就会多出一个挖，所以呢它并没有这个时间呢走这个扑。那么白棋再粘，黑棋拐，白棋提掉以后啊，再收气，再收气，这样呢，这块大龙呢，黑棋呢也死，啊也死。尽管黑棋都能收稳啊，最后呢也在这边呢稍微走了几步，但是呢，即使把这块空全部围起来啊，但是由于这边损失太大，黑棋呢也不行啊，也不行。这盘棋从这个杀第一块大龙啊，白棋的攻击手法，以及杀第二块大龙啊，白棋寻找黑棋这个弱点啊，然后呢巧妙的这个手筋来看呢，以及精准的计算，加藤先生呢给我们充分的啊展示了这个刽子手的这个魅力。一盘棋杀掉了这个对手的两条大龙，从而呢大获这个全胜啊，大获全胜，可以说呢是在加藤先生的生涯当中呢也是很精彩的一局棋啊，很精彩的一局棋。我们欣赏到这里呢，应该来说呢对先辈啊给我们留下了这么精彩的棋谱呢感到非常的这个感谢啊，感到非常感谢。好，那么本期节目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下期呢我们还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加藤先生的另外一盘名作。好，本期节目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